呀？复速，但是直接，甚至勇敢，超模，我超，我超，我超，好。What's your business down here? Answer honestly, and maybe we'll kill you clean. 这人的脸膜一直没给。Hold your arrows. This is Rugen's savior, I'll bet. He told us all about you. Come on in, then. Any friend of Rugen's is a friend of the family. 那散法灵会怎么看？不是，大其他的组织看起来虽然穿的不是很厉害，但是为什么？那你能不能？你说我是你朋友，你把陷阱给我解一下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操，你是干嘛？是在拷打呀，还是在打木兽人？拷打，在殴打鲁根！我操，鲁根好惨呀、啊！我操，无敌了呀！嗯，怎么又查出来了给？不解除他吗？这个不是必经之路，不解了吧？哎，把人家给人拆完了吗？我是还是没有的。哦，他家里油漏了，我。嗯，我操！发现那边有东西，有控制杆，偷偷的把人机关都给人关了。哎，微笑少女的画像，感觉不如被殴打的鲁根的画像。怎么还被打死一个？为什么鲁根在被打啊？是不是因为他把东西卖给咱了？No, Ollie didn't remember either. Did you, Ollie? Ollie 不躺在地上了吗？ You're dead the moment you see the cemetery. 倒卖东西尝到甜头了。啊，你头上怎么这个状态了？我这。我点的龙脉术士。嗯。我比鲁根更聪明。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The silver tongue on you. Usually I'd rip it out, but these aren't normal times. Tell you what, you've already taken Rugen's cargo, so finish the job and I'll let you live. Deliver it to Baldur's Gate. Oh, and kill him. 存一下，不要。You were so close, so close to walking out of this alive. 影星不赞同。影星嫌你多管闲事吗，经理？哎，没事，鲁根，我会帮你报仇的。也不对，哎，兄弟怎么想的？是杀他还不杀他？杀呀！这个鲁根，你要是想跟想跟塔林会搞关系，那就杀了呗，那咋办呀？我倒是都 OK。你就是、主要是影星不赞同，所以我就选杀。但是，就按我本来本金来说的话，没什么太多必要。Deliver it to Baldur's Gate. 我说，哎，读了吧，读了吧。Wait, wait. It was Ollie. I swear it was Ollie. Show some respect, Rugen. The boy was loyal to you till the end. 怎么活了 ？No, please. And just like that, everyone profits. All right then, recruit.
You can stock up here and be on your way. Bring the cargo to Baldur's Gate. Someone there will make contact. 唉 You. The way you handled Zaris. You're not one of her thugs. You need to buy me. 唉你为什么把自己卖了呀我是。Selling us! 他这商人卖。I am not some lower city coin lad. 这不是个商人这是个画画的。Artist, and my patron will reward you for my rescue. Tenfold, whatever ransom you pay, I guarantee it. Wow. As far as you're concerned, she may as well be the coin maiden herself.There will be time for questions later. Please, speak to Brem. I need to see the sun again. 哎呀，五根没了，奥利没了。你们先留着吧，先留着他们吧。不是，主要你一开始不是说我不懂啊，因为我对这个逼东西他妈没有什么情感，也不懂什么东西。怎么？就你这莫名其妙的就告诉我，这火车上一边有一个人，一边有五个人，你让我压哪个？那我都不认识是吧？那不如那要么都，要么就都不是吧？哎呀！谁他妈是商人？快给我滚出来！我要把东西卖了。就这个呀，就我刚才对话那个。谁呀？布雷姆。这兄弟，看见了。Well, if you have the gold, 艺术家宠物啊！牛。Got some interesting stock for a friend of the family.哎呀，乱七八糟的东西真多呀、啊！手斧，短矛收回来，一石法杖，一金弓。音乐盒。环甲带电马甲，这不就是这是电流套吗？不对，电流套的最后一个我记得好像在那个哪儿吧，好像是铸造吧。他那个好，他那个是火花壁垒，好像这个忘了，好像是火花壁垒。泰坦玄弓，极薄术手套，鳞甲，断裂之。我待会儿自己玩，有空了。或者我待会我睡觉睡醒了，我直接给他都弄了。OK， 一个不留，一个不留啊。主要我真的不太了解你，你不是一开始说想走散塔林这条线的吗？没有啊，我听说你说想，我只是说想跟他们和平相处一次试试看。结果。但是你说帮他们或者帮他们干活或者什么之类的，那肯定是不存在的。坦塔林也不是什么好人，一帮的坏逼。确实。行，传送点开了，要不龙？龙呗，那你累了，咱就龙呗。我倒还行，咱去幽暗地狱走走，最后再龙也行。先龙了吧，先龙了吧。先龙，那就先龙了吧。直接晋升之路还是卧金休眠地？卧金休眠地吧。哦，懂了，你是想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上来他们就干了一个比较整蛊的事，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了，是吧？对的，我打算把他们东西毛了之后直接全杀了。看你吧，你到时候你想把档读回去也 OK。
没有，不用赌，不用赌。这鲁根也不是个好玩意儿，反正只是我觉得被人指挥了很不爽，脏了兄弟的手。那你把那个油烟筒点了，不就不脏了吗？确实。那这样吧，你去营地，然后我来，你把东西传我身上，我来放，怎么样？我不是比你负重大吗？行吗？好，那我去营地吧，你来放，都行啊。让乌舍尔站这儿吧。哎，这个量子传送太好用了，能裸起来，兄弟是没想到的，我的裸这么高。那你带的那个人身上也有几个，到时候注意检查一下。谁呀？卡拉克身上。对，卡拉克身上也有几个，我也传到他身上去。你那个箱子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些？嗯，是的。那个箱子真的能开吗？我不知道，我看那个箱子不就十几，我开不了。我看不就十几格吗？什么？我那个箱子我看就十几格。没有，那箱子无限大的。这样。你那个旅行箱我开不了，要不你回来？ To, 我让卡拉克回去一趟吧。放烟花喽！还真是，乌斯尔已经超重了，乌斯尔已经特别重了，乌斯尔现在就好比八个尾钳。咱在这个位置真的能炸得死他吗？我提个问题，我的。所以我炸之前存档，如果炸不死的话，再弄别的办法。怎么着 ？OK， 主要我怕这伤害建设不到他，我感觉正常来说应该是围着他摆一圈，我操！那兄弟们这……没事，你把他摆的稍微再紧一点呗。OK 呀。就怕跟之前一样，我记得之前哪个游戏来着，我的他妈的边炸边回，畜生一样，甚至有边炸直接就飞跑了，我操。多少个了？1234567891011。那无限大握身上这些绿装都存里边算了，30多个应该够了，520滴血，30多个，我觉得怎么着都够了。上来之后，兄弟，等你弄完了上来，兄弟一发火焰剑送他上路。哎，稍等。这段值得单独剪一个正式版炸龙，这本身就是 bug， 直接就剪出来。听说你不喜欢飞，那咱就这个不喜欢飞，你就永远留在这儿吧。
经典这个烟粉桶除了扔出去一屁用没有，这个烟粉桶是一点办法没有，就这个烟粉桶有 bug， 我也不从那儿捡的。第一个烟粉桶吧，这个是。应该是。我怀疑可能是不是有什么用啊，这个烟粉桶扔不出去的这个。可能他爱上你了吧。哇，太吓人了。我传给你两个了。我在上面的。不，我传给你，你一会儿再传给那个谁。哦。这样我不就少折腾两趟吗？可以啊。唉。然后来回切这个场景时间还挺长的。弄完了？没呢没呢，还有几个箱子呢。我感觉应该够了，其实。哎，都点了吧，无所谓了。那也不靠这东西打人了。人家看烟花就看大一点是吧？把这个烟粉桶放这儿吧。好激动啊！好激动，好激动。我传出来了，别急，别急。我又往我身上塞了一个，我把它传给乌萨。Looking ahead. 给截个图，兄弟上来了，要不乌瑟尔留那陪葬？为什么要让他陪葬呢？罪不至此吧，我日！存个档，准备好了，放吧。隐形，快进的，他不吃火焰伤害，炸出去没用啊！三、二、一，来吧，宝贝儿 ！No！No！No！ 别说这就是个 bug 了。对，这就是个 bug。哎，放这儿吧，放这儿吧。后来随还能传回来吧，以后传不回来了是吧，兄弟？哎，等会儿我直接打那个龙，它有什么反应 ？OK。你看那伤害数字，伤害肯定是够了的，估计都上千。几步足球上千了，是我直接打这个龙试试。 OK 呀，都 OK 呀，无效目标，无效目标。你是哇，你甩 AOE 也甩不到他是吧？那就这样了，只能这样了。放这儿吧，放这儿吧。啊，这也太难受了吧。等等等等，我突然有一个主意，你试试强行闯关，他会不会拦你？不会是吧？闯关，就他不是守着个桥吗？没有，他不是守着桥。哦，
乔治去月初是反的。那没事儿。好难受、啊，白收集了，操！这些东西拿去打 boss， 杀一万个了，操！我看他们又拿着东西炸明萨拉的，嗯，明萨拉挺好打，没必要炸明萨拉。可能别人是存一下吧，我再试试。有点不死心，就现在就是现在，虽然已经知道后果是结果是什么了，但是还是想试试，不死心。就是想再看一遍，再看一遍。这些逼数字他妈的都炸了他身上，直接就秒了，估计。哎呀，说实话，咱月初之塔不是咱地下走过一遍，能走地上行吗？提问。地下没走过呀。咱第一次不是就走了地下吗？就是没有走过那个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怎么走，什么样子。咱不是走到，咱只是完成了 EA 版的第一章，但是你说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地下是怎么衔接的？包括咱们看到那个神殿，那不能进的那个神殿是怎么弄的？哦，那还没走完是吗？对。哦，懂了，懂了，懂了。走吧。完了，马瑞安有点跌下神坛了。不是，他本身是 bug， 这里他们本来没这个人就。但是你这个在这就很勾引我，你知道吗？我就想炸了那个火。那咋办呢？很难受，很难受。啊，感觉，啊，感觉有异星在身上爬。哎，那要去打蜘蛛女王？走，打蜘蛛女王去了。先装吧。